康熙阳老师，我帮你算桃花会什么时候来，没有问过他。他应该先算他自己桃花吧。没有同班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是我同学。有，他以前有帮我们。帮我跟另外一个同学算过，因为我不是我们都是那种万年单身，跟他算一算，他说：“你们的命太奇怪了，命对，我不晓得，他就不帮我们算了。可是我觉得他应该先算算他自己的桃花。”那你们28年合作后就没有再合作吗？还是有别的？有啊，你们都不知道这么多。七夕花没有过，七夕花之后还有台式的我永远爱。啊，我最爱的，我真的是太多的爱字啊！也是一对吗？啊，对，也是一对，对，还是在8年当中，也是很算，算就算，不要去算多久。嗯，应该有10年。然后我们会去找维基，就平均10年合作一次，都是几年。表示我们是很有缘分的演员，其实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很难很难。很多人说演员演一次，10年、10几年就，也许会没有机会再合作，就碰一次而已。对，因为每次以前遇到他就是，对，就是那种新婚夫妻或者是在那个男女朋友的关系，所以看他就觉得那种，好像我们又回到那个大家还很年轻的时候。都不是源头，对不对？都不是演员吗？过去也有啦，七夕花有，对，我被虐待。可是他在我们这个戏里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爸爸。我甚至觉得雪佛是不是爱他爸爸比爱妈妈还多啊？我在有几场戏是爱人的，对，感觉那个雪佛这个角色，我的女儿在戏里头比爸爸更亲。我就是之前看剧本，我想怎么回事，他人都不在了，怎么好像他那个精神上跟灵魂上是跟爸爸比较靠近？对，我有点吃醋。他愿意有新的对象吗？没有哎，怎么办？帮帮我吧！太怕生，因为我多半初中落号就是宅女，我不完全宅女。然后，对啊，那本来女生就是遇到中年相对机会会越少，然后我又是多半待在家里比较多，所以自然就现在还是维持一个样子。我做虚拟的，我帮你做一个虚拟的。不要，你太可怜了吗，老公？康熙阳老师，我帮你算你的桃花会什么时候来，你有问过吗？他应该先算算他自己桃花吧。没有同班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是我同学。有，他以前有帮我跟另外一个同学算过，因为我不是我们都是那种万年单身，跟他算一算，他说：“你们的命太奇怪了，命对，我不晓得，他就不帮我们算了。可是我觉得他应该先算算他自己的桃花。其实婚姻什么的都是大家的一个共同，是一个共同的一个价值框架，它不是必然的。”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，然后把身体照顾好，对，这样子我们可以更独立自主、自在的去走未来的路。怎么样把未来的路过好？不一定是一个人或两个人，我们先把眼前的生活过好，以后有万万种可能性。我觉得这方面我没有太给自己设限，然后我也很期待有新的可能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巴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10周年十全十美，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。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！
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